生腔黑虎大虾，哇，今天这个个头简直了啊，宝贝们！哇塞，哇哇，都是虾滑，嗯，太鲜灵了，妈头先锁了。虾滑呢，这不刚才小助理给我处理虾滑的时候，把虾滑给我当虾线给我去了，你说说。大了，这个能给人吃饱。哇，给你看看这个尾巴，宝贝们，这尾巴里面都这么多的肉哎，这个虾真是太值了。太辣了，双击啊，宝宝们。